啊，早上。早上，先生。你介绍自己啊？哎呀，请我介绍，我叫做陈敏玲，我今年30岁，我去做法轮我有日过来，我信佛教，我系少种白叶，我喺印尼人，我种草啊，我有妈妈，我爸爸，有两个哥哥，两个姐姐，同一个细路。我以前做过喺马来，我以前做过喺新加坡两年。喺新加坡，我做照顾细路哥，洗衫、装衫、买霜、追霜、洗遮、装作感冒。先生太太，我希望你请我做你嘅工人。我会日，我一定会勤力做嘢，落沙田蛙，同锡你嘅仔女。先生太太，我希望可以快啲喺香港做嘢。多謝先生。新加坡企有幾多人啊？6個人。邊六個啊？有先生、太太、兩個仔同兩個女。兩個仔幾多歲啊？兩個仔，21歲、19歲，15歲，同兩個。5歲，即係你幾點起身啊？6點鐘。起身做乜嘢咁早？洗衫、裝衫、掃地、抹地，同我照顧細路，帶佢沖涼，抱佢食粥，帶佢飲奶，仲叫打。先出埋餸煮飯啊？我識先生。先買咩餸啊？买餸啊？系介紙。系。买菜。啊。买全部啦。啊。煮飯呢？系啊。识炒咩菜啊？炒咩餸啊？买餸。炒菜。菜系。蒸雞。系啊。做咧？做啦。啊？几点瞓觉夜晚？瞓觉我12點鐘。12點鐘，好啦，冇嘢啦。多谢先生。